字符坐标机器人。覆盖键流线化，减少裸露线束，提高使用寿命。走行采用加厚方钢，提高承载及高速稳定性。电箱侧置，节省空间。两吸两爆，可扩充至四吸四爆。共直流母线技术，共享及整流桥补充供电利用率95%以上。伺服自动 off 功能，待机伺服马达停止通电，节能10%，电力成本降低10%。轻量化设计，轻质铝合金手臂，整机减20个结构部件，线性速度提升，提速20%。工艺效率提升20%，震动抑制，负载增加20%，更大型零件搬运。Topstar Arrot 系全伺服坐标机器人，以高效率、精密性高、减少成本、安全性高等特点，广泛运用于汽车接插件、3C 电子等快速成型行业领域。适用于锁模力100至220吨的各种卧式射出成型机，应用于0至6千克软或硬胶取出产品成型前段的镶嵌埋入及成型完成后的取放、摆盘、装箱等工作。对比同类产品，以节能10%、速度提升20%、负载提升20%，用数据重新定义坐标机器人高标准。